今天小杨想吃这个芹菜小炒牛肉，正好有挺多朋友问我这个炒牛肉的问题，我今天会讲的非常详细。我这块叫眼肉，就上脑扒出来上脑心儿，在家炒牛肉就买这个上脑或者外脊，肉活而且好买。炒牛肉大伙关心的都是怎么让它变嫩，之前我说了这个小苏打和嫩肉粉，但今天这俩我都不用。咱来一颗鸡儿蛋，这个健康吗？都知道鸡蛋能嫩肉，但是它对筋不起作用，所以得把筋剔了。而且肉要顶刀薄切，要不它也不起作用。什么叫顶刀？看这个肌肉纹路是往这儿顺的，顶着这个茬切，就切这面叫做顶刀。这样切出来，它纤维不就都斩断了吗？这个鸡蛋清放多少合适？感觉这个牛肉不粘手，但是碗里没有多余的蛋液是正好的。先试探着来，感觉不行再加点。看看这样已经不粘了吧，但是没有多余的蛋液，调味就来点蚝油，少许的胡椒粉，这就不错了。重要的是这个水淀粉，来点，它能护住纤维中的水分。你想啊，那牛肉干是嫩的吗？放多少合适，就感觉这个肉吧又有点粘手了，就正好。这个步骤就叫做上浆，但是烹饪过程中吧，它有水蒸气蒸发呀，容易把这个浆脱掉，所以来点油给它护浆。你说这玩意儿不花钱，谁给你讲这么细？剩这点水淀粉，一会儿正好勾个薄芡，来点盐、味精，少许的一品鲜，再添点水搅拌一下，这就是完汁儿。芹菜烫一下，断个生，起锅多少油？这个油啊，微微冒烟下牛肉，变色下这个什么玩意儿？水分微干到完汁儿，这没吐就证明挺好。